沈倦对他这本书执念之深，是林雨惊万万没想到的。不过想想也不是不能理解，毕竟这人是懒到连卷子大题都不愿意动笔多写两个字儿，却愿意在他的每本书上都签上自己的名字的。可能大概对于这种属于我的东西会特别的在意，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生气。林雨惊简直服了。 不想再搭理他，翻身捂上被子准备睡觉。他这几天始终没怎么睡好，伤口不吃止痛片就一蹦一蹦的跳着疼，他睡不着。沈倦就这么陪着，捏捏他的手，拍拍他，帮他分散注意力。这会儿小姑娘睡得香，沈倦脸上的笑淡下来，他靠在椅子里，安静地看着她，浓密的睫毛覆盖下来，嘴唇抿着。 微皱着眉，沈倦抬手，指尖落在他皱起的眉心，动作温柔的从上往下揉了揉。他低低叹了口气，垂头亲了亲他毛茸茸的眼睛。傻子，林雨晶这小丫头，平时看着心眼多的不行，有些时候是真傻，怎么可能不想去找他？每天都发了疯的想去找他。洛清河走的时候，沈倦从国外回来以后。 很长一段时间里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。活了快二十年，没坚持过什么，也没能守住什么，没成功保护得了谁。好不容易遇见一个喜欢的人，也被他给弄丢了。没见过活得这么失败的人，就这么浑浑噩噩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他去了怀城。想知道林雨晶去了哪儿不算难，怀城一中是全封闭式的管理模式。 沈倦那天，靠着一中校外围墙，蹲在墙边抽光了一盒烟。下课铃声响起，高高的墙后渐渐有学生说话的声音。沈倦当时在想，这些声音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是属于他的，夹在百千道声音之中。声线是轻软的，不紧不慢。他是不是有了新的同桌？他们下课是不是也会聊天？ 他有求于他的时候，是不是也会撒娇似的哄人？没两句又不耐烦的冷下脸。他一向没什么耐心，不知道能不能坚持到高考以后，能不能还记得他。沈倦觉得自己像个神经病，明知道见不到他，依然在和他一墙之隔的地方想着他，没有他的新生活里每一个细节。上课铃声响起。 墙那头从吵闹重新回归到寂静。沈倦吸了最后一口烟，掐灭，站起身来。再等等吧，没有什么不能等的。他有耐心，也有时间。他说他会回来，他就信他。他自己走向他，和他把他绑回来，这两者之间的意义完全不一样。反正也跑不掉，闯都闯进来了。倦爷的地盘哪是说来就来，想走就能走的。 这些话他都没法跟林雨晶说。沈倦多少也是有那么一点的大男子主义的，他不想让林雨晶觉得他脆弱又矫情。他是个男人，有些话能说，有些话就是要放在心里的。林雨晶腿上的伤说严重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，皮外伤，十几天后可以拆线，不留疤是不可能的。不过他皮肤天生就和，恢复的挺好。 医生也说养得好，再配合用消痕的药膏以后不会明显，就是位置比较艰难，动的时候或者走路很容易会扯着。但生日是来不及了，最终他十八岁生日是在医院里过的。出院的那天，沈倦再次见到了严恒，顾夏在里头帮着林雨晶收拾东西，沈倦靠站在病房门外等了一会儿，严恒走出来。 沈倦直了直身子，看着他。严恒笑笑，知道你在等我，想聊聊。沈倦没说话。严恒微侧了侧头，他四十多岁，保养极好，几乎看不出什么岁月的痕迹，气质成熟而温和。他想了下，问道：“林雨晶跟你说过吗？他之前的情况？”沈倦顿了顿，眸色晦暗，没有。 那我也要保护我的病人的隐私。严恒耐心说：“他既然没有跟你说，我恐怕也不能告诉你什么。虽然之前已经有了猜测，但是在确实听到严恒亲口承认‘听到我的病人’四个字的时候，沈倦整个人还是有点僵。严恒始终看着他，眼神温和而犀利。半晌，他叹了口气：‘这些是我作为他的心理医生能给你的答案。’ 但是我也有私心，我很喜欢那孩子。严恒温声说：“作为他的长辈和朋友，有些事情我还是想让你知道。”沈倦没说话，好半天，他嗯了一声，声音有些哑。“您说，林雨惊去怀城一段时间以后，出现了一点点的轻度抑郁的前兆。”沈倦手指无意识地缩了缩，指尖掐进掌心。 他妈妈那时候带他来找到我，因为发现比较及时，他本人很明白自己的情况，比较配合，吃了一段时间的药，又调整了一年，现在基本上没什么影响。其实你应该已经发现了，他有些时候想事情的角度比较负面，而且习惯性逃避。这种问题不是一天两天造成的，他以前的很多思想，包括对爱情和亲情都是非常消极的。 他很固执，很多他认定了的事情，你没办法打破他的思维误区。严恒看着他，所以在我知道你的存在，知道他是为了你想要去改变，去修正自己某些偏执的想法的时候，我就非常好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严恒说了很多，他语速不急不缓，像是在娓娓道来，讲述一个故事。沈倦倚靠着墙。 近乎自虐地仔细听他说那些细节和过程，一字一句都像一刀一刀剐在心上。他忽然想起之前他在病房里提起聂星河说的那件事的时候，林雨惊那种茫然的反应。他根本没觉得沈倦会主动去找他。他一个人扛了这么多年，早就习惯了做事情不依靠任何人。他不会求助，不会依赖。 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在林雨晶的世界里，不存在谁会为了他牺牲些什么这种可能，所以他没有抱怨，没有怀疑，甚至没有考虑过沈倦是不是会去找他，因为没人对他好过，所以他想不到，如果有一个人全心全意的对他好，那应该是什么样子。他在国外的时候，林雨晶给他打过一个电话，那个电话没打通时。 他心里该有多不安、多胆怯、多想逃避、放弃、退缩，但他还是来了，主动的、努力的去找他、接近他、和他认错、道歉、哄他和好。那个时候，他甚至心里可能都不确定他是不是还喜欢他。在想到这一点的时候，沈倦觉得身体里最后一点血液都被人抽干了。他当时竟然和他发火了，他被一堆事情压着。 他等的憋屈，他愤怒，他委屈，却没想到过林已经这一年多克服了什么才走到这里。这个在他看来无比简单的过程，他到底需要下定多大的决心？他的小鲸鱼那么那么努力的拼命朝他游回来。严恒全部说完，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话。这边全都是 VIP 病房，走廊里没什么人，安静无声。 一片寂静里，沈倦靠在墙上，微仰了仰头，闭上眼睛。林雨晶出院以后没回学校，寝室是上床下桌，上上下下还不怎么方便。沈倦在学校附近找了个公寓小区，A 大这边地段不错，公寓楼也没有便宜的。沈老板大概挑了个最好的。沈倦开了车。 车子滑卡进去，林雨晶看着绿化设计也没比富家那边的别墅区差多少，估计晚上灯一开也能开个灯光艺术节。车子停进停车场，沈倦要抱他，林雨晶拒绝了。就这么几步路，他又不是残废了。林雨晶慢吞吞地下了车，看着他从车里拿出东西来，两个人上电梯，他忍不住看了沈倦一眼。 这人沉默的有点不太对劲儿，林雨晶形容不出来那种感觉，反正就是不对劲儿。电梯门开，一层两户，玄关门开在电梯背后，隐私感极强的设计。林雨晶跟着沈倦走到左边那户，看着他刷指纹，又摁了密码，是他的生日。林雨晶眨眨眼，走进去，沈倦跟在他后面，回手关上门。 他是非常注重个人形象的人，出院也得穿得美美的。特地让顾夏从寝室里拿了双之前新买的蒂迦小皮靴。还没等反应，沈倦人已经蹲下，解开鞋带,带，帮他脱了鞋，又套上拖鞋。到这儿都还挺正常的。林雨惊换了鞋进屋，看了一圈，还没等看清这房子是个什么格局，刚转了个身，就感觉到沈倦拉着他转回来。 垂头吻下来，林雨晶都没反应过来。他这动作突然，他本来以为他亲的会很凶，结果没有。沈倦含着他温柔舔舐，一点一点缠绕，明明就是接个吻，动作却细腻缓慢的，让林雨晶莫名觉得有些羞耻。林雨晶红着耳朵往后缩了缩，推着他拉开了一点距离，仰起头来，一对上他的眼睛。 林雨晶愣了愣，抬起手来拽他的袖子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沈倦捂住他的眼睛，沉默地再次吻上来。黑暗里，林雨晶听见他们唇舌缠绕，他的呼吸，他在抖，指腹掌心贴着他的眼皮，触感全是凉的。沈倦，林雨晶有点不安，费力地在亲吻中叫他，他没听见似的，含糊的声音全被含住。 他没法，只能拽着他袖子，喘息着含糊开口：“哥哥，哥哥，腿疼。”沈倦动作戛然而止，心脏像是被一只冰凉的手紧紧攥在一起，一抽一抽的疼。他小心的把他抱起来，走进卧室，放在床上。林雨晶撑着身子坐起来，沈倦拉了枕头立在床头，他坐在床上看着他，舔了下被亲的发麻的嘴唇。 有点愣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沈倦坐在床边，长久的看着他，终于开口：“我很后悔。”他俯身，轻轻的亲了亲他的眼睛，小心而虔诚的触碰，声音晦涩沙哑的李雨晶，我对你不好。”